马思纯深夜表白周冬雨，网友：两位女士可以睡觉了。马思纯深夜表白周冬雨，网友：两位女士可以睡觉了。马思纯艾特周冬雨本人并表白：“你是我的小宝贝。”随后周冬雨在评论中回复道：“快来啊，有人看上我了。”两人深夜微博互动，可以说十分调皮了。马思纯与周冬雨自从合作《七月与安生》以来，经常在微博互动秀恩爱。九日凌晨，马思纯在其本人微博艾特周冬雨本人并表白道：“你是我的小宝贝。”随后周冬雨回复道：“快来看啦，有人看上我了。”马思纯于是回复周冬雨称：“大姐，是你逼我的。”周冬雨又回复道：“讨厌，不是说好了不告诉别人吗？”马思纯则回复嫌弃周冬雨：“你太得瑟了，睡觉。”有网友回复马思纯，问他是不是喝多了，或者又被冬雨抓到什么把柄了。马思纯回复该网友称：“你真懂我。”网友们纷纷表示不要再秀恩爱了。两位女士，请问大半夜为什么要秀恩爱？两位女士可以睡觉了，这么晚不睡在这秀啥？大晚上的撒狗粮，睡不着了。